这个帽子明天不能戴这种了啊，太烫了。还困吗？有些宝宝是不爱哭的，没办法，他哭过就可以了。就哼哼唧唧的哭啊，等下又打你了，我跟你讲啊，手都打痛了嘞。就哭成这样就不哭了，要哭成这样才好的，连贯。他要是一直哼哼唧唧的话就不好。你还是妈开心了吧？那和女孩一样的呀，女孩还贴心一点。你也知道，我都生怕你生不下来。